傻，装傻，然后会去问我爸爸。可是桃园人如果不觉醒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桃园人如果不觉醒有什么办法？台湾人如果不觉醒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就是要说出来，让大家都觉醒。谢谢，谢谢。It's Monday. Dark clouds are hanging over. For Taoyuan City Government, there is a storm coming. 法令的变更，他就可以把你一甲地拿到六分或是五分半的土地，这是等于用这个法令的条文来强夺这些人民的财产。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说，我们人民呢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来监督政府，玩法弄权，玩法弄权，奸商远雄，奸商远雄，玩法弄权，玩法弄权，黑箱航空城，黑箱航空城，腐烂变鬼城，腐烂变鬼城，黑箱航空城，黑箱航空城，腐烂变鬼城，腐烂变鬼城。People shout out greedy official, dirty politician, civil liberty, take back community. Taoyuan government too many corruption, principle of democracy, local autonomy, free trade capital zone is a kidding wrong, far glory construction by our politician. 连续两位副手都是有关于经济开发方面的副手，连续因为炒作土地涉嫌，然后加上最后直接索贿而下台，这样的弊案，这种丑闻，我认为有担当的县长应该是自动下台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他做的动作只是切割，这样的切割让我们人民非常的失望。如果还要继续干下去，我们人民当然要睁大眼睛，要认真的监督他。我们认为所有的议员，不管是反对党或者是他们自己执政党，不要忘了，你们的选票就是我们人民一票一票堆积出来的，你们负有为我们人民为民喉舌的责任。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还自我缴械，还想要腐贿一家的玩下去，我们桃园人民会在今年的年底给这样的烂政权，给这样的烂的领导人一个严厉的教训。我们也呼吁我们所有的桃园的乡亲来重视这个问题，来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，不要再被这些我们因为我们疏于关注，最后让这些烂人来统治的事情永续下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想我们喊几个口号，这些口号呢喊给吴志阳听。第一个口号，养贪官污吏，桃园第一名。养贪官污吏，养贪官污吏，桃园第一名，桃园第一名。养贪官污吏，养贪官污吏，桃园第一名，桃园第一名。第二个，要求我们的议会硬起来，桃园县议会，桃园县议会，硬起来，硬起来，桃园县议会，桃园县议会，硬起来，硬起来，桃园县议会，桃园县议会，硬起来，硬起来。一个很奇怪的政策，但是它不可逆，设置了自禁区以后就不能回复了。对于教育、对于金融、对于医疗这些产业的冲击，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它也不让人民知道，这太危险了。我们不要再空白授权，空白授权让他去做，然后呢到时候不能收拾的时候，他说没办法，两手一摊他就走了，这是不可以的，我们不能够同意。桃园出事了，苗栗出事了，新竹绝对不会被跳过。那么新竹却不查，却不检查，却不调查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昨天我看电视说，远雄在新竹有五个案子。新竹是非常小的地方，新竹只有104平方公里，有五个远雄的案子，然后市政府还没有这个，就马上出来澄清说我们没有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他那么急着撇清干嘛？他那么急着撇清就是他要对号入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不可以，就像我们不同意黑箱服贸一样，我们也不可以同意黑箱的自禁区。我们不要自禁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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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要自禁区。